帮我看一下这葱花可以吗？整齐是整齐，就是胖了点。那怎么办？没事没事，反正味道都一样。好，我来我来。妈，你还记得 Rebecca 吗？记得啊，就那个 Rebecca 嘛，交了一个小她10岁的男朋友，不是长得漂亮，身材好又懂得打扮。记得 Rebecca 吗？记得啊，就那个 Rebecca 嘛，生几个了？还没结婚，而且交了一个小她10岁的男朋友。不是长得漂亮，身材好又懂得打扮。你说人性是不是很滑稽啊？没有得到的永远更迷人。讨人厌的老太太是，我也是。何瑞芝呢？他也是吗？烧鸡嘛，就是要大火烧。他妈，帮我看一下这葱花可以吗？整齐是整齐，就是胖了点。那怎么办？没事没事，反正味道都一样。哦，好，我来我来。妈。是不是该搞去车站啊？都要吃饭了，你还要让人家简小姐等啊？到捷运站而已啦，很快就回来。我妈，那我先走了。Rebecca 不一起吃吗？还有Rebecca哥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清芬。哎。等我一下。啊，不用不用。Rebecca 哥哥怎么了吗？不正常的家庭养出来的小孩怎么可能会正常？到了。那不许吵架，不许哭。好了，搭几点车回来再跟我说。哎，别忘了买我妈最喜欢的雪花斋。乖，拜拜。不好意思啊。